章子怡穿透十一做活动，老公火冒三丈，脸都绿了，但一转身没呆了。章子怡近日出席活动，穿了一件很美的透视衣，背部全裸，但罩上薄纱非常好看，让记者都忍不住一直拍她的美杯，真是杀底片啊。老公汪峰看了跳脚了，老婆穿得太露了，转过来正面更是美呆了，衣上的绣花典雅有质感，再配上薄纱，就像仙女一样，奶是不是也觉得这件衣服非常好看呢？你只知道她美，你知道她有多拼吗？看看下面这篇文章就懂了。章子怡凭什么那么狂？因为你没看到她对自己有多狠。凛冬将至，万物冷静又沉默，可有的女人还是那样明媚张扬的生机勃勃。那慈城芭莎夜上，娘娘一副舍我其谁的气场，睥睨着芸芸众生，是的，我来了，我在这里。叉腰调笑昂头，仿佛只要她站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她的主场。也许是知道大家还没瞧够那艳丽张扬的样子，娘娘又来到了演员的诞生。在演员的诞生里，郑爽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她稳定的演技，瞪眼撅嘴笑场。八年过去了，她还是那个楚雨荨。然而章子怡可没有办法假装满意，从郑爽笑场时渐渐凝固的脸，再到刘烨说很满意时，那么生气的一脸严肃的连问刘烨，他们一点信念感都没有。你满意什么？郑爽一直在笑场，你满意什么？他是急着跟刘烨的这出戏真真的表达着自己的不满。张国立老师后来总结，我们到了这个节目有一个最好的收场，真生气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怎么样刚才我们的表演，这段话非常耐人寻味。影片在这里。章子怡在舞台上是真的毫不掩饰自己的性情和喜好的，面对他是勤奋的表演者，他从不吝惜自己鼓掌和赞美，面对敷衍不认真的流量小花小草们，他的面色比谁都沉重。在那个充斥着塑胶情谊，流量和钱都比专业素质更让人垂涎的圈子里，坚持演员的职业道德的人，还敢那么直接地表示喜怒的人，恐怕真的不多了吧。喜形于色，毫不掩饰野心，也敢于 diss 敷衍的流量花草，他凭什么能这样呢？他凭什么改呢？面对众口悠悠，章子怡真的不怕吗？这可能就要从他的过去说起了吧。纵观他的成长路径，其实并非一帆风顺。年幼时家境并不好，他自己在采访里提过，在自己工作之前都是睡在客厅沙发，没有自己独立的房间。八岁进入少年宫学习，在班上却是资质最差的学生，面容姣好还算一个优势吧。可是1996年考进中戏，他班上的女同学是袁泉、秦海璐、胡静、梅婷，一个个都是实实在在的大美人儿、戏胚子，跟他们在一起他也觉得非常没有自信。
后来即使拍卧虎藏龙，李安也毫不避讳地说，一开始觉得章子怡并不是他心中的玉娇龙。好不容易有了名气，在国际上也声名鹊起之时，各种报道又纷纷而至，他谈了什么样的男朋友，又跟哪个老外在沙滩被拍到，还有闹得人尽皆知的波木门，一时间怕是很多人都觉得章子怡要完了。你看这样的人生也并非事事顺心，直上云霄毫无偏颇，而这张脸却似天生为了电影而生。一书说，你我都是凡人，能冲出原始阶层的人极少，女子尤甚。师太说的没什么错，可是她却忘记了，当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对自己狠起来，没有什么是得不到的。资质差吧，她就拼了命练习，但又因为要强，不想让同学知道，所以晚上偷偷摸摸的在乌漆麻黑的教室练舞，就连睡觉的时候也要把腿放在墙上练习。中戏里同班同学都卧虎藏龙吧，他就叛逆练习专业课，每一次拍戏，每一次作业，都全心投入每一个角色里。他沉浸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一次汇演里，最后一个场景是他不断地向外冲，然而即使他冲出了舞台，自己都还没注意，甚至撞到了窗户上，受了伤。他要赢，他想赢，同学对他的评价。正因这股狠劲，所以有了《卧虎藏龙》里的玉娇龙。这是章子怡的第一部武打片，她知道自己并不是李安的第一选择，所以为了不让导演失望，她拼了命的练习练剑打斗，用尽了所有的休息时间。因为她过于叛逆，所以就连剧组里的武生都笑她，你看那个章子怡还在练。无休止的重复与练习，这是最笨的办法，也是最聪明的办法。他对自己也实在是太狠了，和杨紫琼对戏，两个人都太投入，他的指甲都被打飞了。十指连心，钻心之疼，可他却像没事一样，把手指塞进血里面，冰冷会让人对痛的感觉丧失敏锐度，而伤口凝固了，他又可以继续打。他什么苦都能吃，也真是拼尽所有，也正因如此，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精良之作，英雄、十面埋伏纷纷问世，他不断地攀爬着，艺伎回忆录还入围了全球奖的最佳女主角，她是中国第一位获此奖项的女明星。国际章已经处出雏形，外媒报道实在太多，然而到底还是有人觉得他的成绩都是运气使然。艺伎回忆录被提名时，就有不少的声音，为什么红的是你？而章子怡的回答更是直接又笃定，表面看起来我得到的一切是幸运，但实际上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未必会在你身上可以发生，因为就算你有这样的机会，你也未必可以向我付出那么多，你未必可以向我付出那么多，这是章子怡的底气。有理有据之时，他从不畏惧表现出这样咄咄逼人的气势。
然而那个年代，到底是见不得锋芒毕露，将野心摆在台面上的女人的。人们都等着看这个性情张扬的女人从高空狠狠坠落，而摧毁一个女人最好的方式，大抵就是诋毁她的私生活了吧。说她勾搭富家公子，细细扒她的一段段恋情，她在海边跟外籍男友度假的照片被刊登在各大八卦周刊上，还有那个负面的冰封泼墨门，更是传出了章子怡给富商做小三的丑闻。一时间不要脸、放荡之类的羞辱与攻击接踵而至，将女人钉在耻辱柱上，千百年来一贯的打垮女人的老套路，最恶毒也最轻松。在舆论漩涡中心的章子怡当然也是痛苦的、崩溃的，只是到底要熬过来，她可是是章子怡啊。当你想看她碎裂的样子，她已经又顽强重生一次。众生之时，她还是选择了自己最爱的电影。2010年，章子怡决定接拍王家卫的《一代宗师》，一拍就拍了3年。她是一个那么和自己较劲儿的人，为了练好八卦拳，她向八卦掌五届全国冠军哥春燕拜师，30岁的身子练3岁孩子的功夫，每日每夜都好像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，有多痛苦，想想就知道了吧。更何况他早就成了一代影后，拥有的财富和地位足够他挥霍余生，他本不用这么拼的，可他偏要拼。就是在这3年的时间里，他也一步步的被宫二的坚韧和气节所打动，最后的结果，章子怡成就了宫二，宫二也成就了章子怡。演完宫二以后，我就想，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是自己的命运呢？还记得那经典的一幕，宫二击败了背叛师门的师兄马三，并且废了他的功夫，马三说，我把宫家的东西还了。宫二是那样冷冽的还击，话说清楚了，不是你还给我的，而是我自己拿回来的。这句台词仿佛就是说的他自己。当他带着一代宗师回归时，攫取奖项无数，一时间所有人又开始重新审视眼前这个不服输的女人。是吗？这样但凡别人觉得我不行了，我总是还有一口气在的女人，怎能不叫人心生尊重和喜爱呢？也算攀爬到一定的高度，当常人都以为他要从此进了云霄时，他偏偏又选择入了世。不去爱声名显赫的男人，更不选择家财万贯的富商，而是选择嫁给了汪峰，一时间很多人都无法理解。可是当他在演唱会下那幸福的笑容时，当他抱着醒醒温柔地说自己人生最大的成就是做了醒醒妈时，你才猛然发现，原来王家卫说他的那句话实在是太对了。他永远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他不做高山上的女神，而是选择了俗世的温情，选择了家庭和孩子，情愿做一名渴望花好月圆的凡夫俗子。他不高冷，也不端着，
摘取了天上的星星之后，他开始拥抱尘埃里的幸福。如今的章子怡仍然锋芒毕露，但是大家的评价却跟往昔不同了。我们开始欣赏她的专业素质，开始喜欢她的火力全开。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大进步吧。过去多少人曾以为女人就应该囿于家庭，相夫教子，把事业场、名利场上的大舞台都留给男人，女人们没有资格，也不配色彩鲜明、锋芒毕露、野心勃勃的形象，因为实在太不良家妇女了。所幸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开明的、正常的时代。无论你是要很多很多爱，还是很多很多钱，或是很多很多名与利，只要你想要，只要你有能力，只要你想赢，那好，只要方式磊落，手段光明，你大可放手一搏，勇敢去取。当我们看到那些意气风发、野心勃勃的女人时，当她们无比坚韧地指引自己的人生，主宰自己的命运时，那样自信又神采飞扬的样子，总会让人想到一代宗师里宫二那笃定的样子。既然总有人要赢，那为什么不能是我呢？是的，或许我就是偏野。